苗栗空屋压卖场的争议，这款空屋自救会行政诉讼案胜诉了后，县政府是有表明无要上诉，啊，不过关系人就是空屋公司是不服这个判决的，顶礼拜已经正式提出上诉了。自救会是表示讲，因为坚守到这九月十三这当期的文件失效为止的迄一天。苗栗造桥困于 MI 场争议延烧超过二十年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七月二十一号宣判，困于公司无实施翻评，苗栗县府应该停止 MI 场相关的开发，但是专案会使上诉。苗栗县长齐耀昌七月二十七号宣布，考量到社会和谐，放弃上诉，期盼分之后就此落幕。不过困于公司不服判决，顶礼拜提出上诉，环保局正式消息，但是强调无影响九月十三号同意设置文件落日的期限。对啊，他有上诉，他就是有一个。副本都给我们了，同意设置文件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到九月十三号以后就会失去效力了。范坤仪自救会委任律师詹顺贵认为，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并办的几率真低，而且一旦过了六日的期限，坤仪想要重新申请弃文转，也都要经过翻评。因为我们详细看了原判决写的理由，一项一项驳回的非常，就是把对方的主张。驳回的非常的详细，所以我相信最后他的上诉应该会被最高行政法院驳回。同意设置许可文件失效，他就必须整个程序要重来。那重来他还是要去做环评的。主计会是表示，会伫咧昆玉门口坚守到六日期限九月十三号二十四点为止。虽然无烦恼上诉结果并盘，但是若昆玉提起国赔案，惊苗栗县府故意生灵疏失赔钱给业者。郭配应该会是之后的事情，万一是这两大党的候选人上台的话，我觉得都是还是有可能会愿意赔一些钱给人家啦。不过律师詹顺贵表示，本来是昆宇公司规片翻评，国家并无政策行政上的疏失，目前看不出政府有任何需要负担国赔责任的所在。另外，昆宇公司中道这个进程依然无法都取得相关的回应。记者苗栗报道。